到了遵义，必须吃这个羊肉粉。我们今天来了一家百年老店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边阿姨在这儿现烫，一碗20的，已经是听说是百年老店了，是吧，老板？你们这是？肉给的超级的多，漂亮。要不要辣？重麻重辣。好嘞，来上你的酱汁儿。来来来，辣椒。打包是不是？来上，直接放到碗中。来上花椒，再来上一把葱花 ，OK。好嘞，谢谢。这么一碗是20块，但上面肉呢，说实话确实给的够可以的啊。正八脸的羊肉，你看，哎呦，全是这个大片的连切厚羊肉。嗯，羊肉是正八两的，是正经羊，小菜自助，不是细粉，属于中粗的，粉是那种很绵的，没有什么筋道，又是粉粉的，到嘴里一咬就断，有可能这是本地人喜欢的口感。生意好的店，老板态度，就这样。